三部门魅力大，留他爆料小心，暗恋小心思，爱得坦荡荡，刘昊然与谭松韵相差七岁无代沟。哎，差七岁怎么了？没代沟，25岁，老吗？老吗？笨可爱，是娱乐圈游戏黑洞王，别拿节俭不当时尚，娱乐圈省钱地大集结。能不能平常身上超过500块钱？我说你有这个钱啊，怎么样？各位好，欢迎来到玻璃海的点视频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蜗牛。大家好，我是金子元。春天呢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好浪漫的感觉。那最近我听说一个好消息的是说，这个韩国的一对明星安宰贤和具惠善，经过一年时间的一个恋爱呢，终于听到要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准备结婚了哟。是的，他们把这个结婚的日期定在了5月21号，取了这个我爱你的谐音，真的是很看好这一段浪漫。而且呢，我听说这个具惠善呢比安宰贤是大3岁。俗话说得好嘛，这个女大三抱金砖，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幸福喽。但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娱乐圈里面很多都是像他们两个人一样嘛，这个俊男美女会因为在一起拍戏，最后呢会产生一定的因戏生情，是不是？昨天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欢乐颂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剧聚集了刘涛、蒋欣、王子文、王凯、靳东等一票实力主演，这等阵容着实让现场粉丝疯狂。但尽管隔着人山人海，刘涛与蒋欣姐妹情深，互黑到底的欢乐气氛哪是人群可以抵挡得住的呢？性格互黑根本不算什么了，谁叫我们感情好呢？可是刘涛似乎并不尽兴，当场爆料蒋欣甚是喜欢靳东大哥。哇哦，这消息还真是来得太突然呢。蒋欣本来就喜欢靳东很久，本来是喜欢靳东，一向霸气的华妃娘娘在刘涛腹黑无敌的连环爆料下都不禁红了小脸，要往后躲呢。我说涛姐，你到底知道多少蒋欣的小秘密呢？小弟很想听呢。我能直说吗？破掉吗？破掉吗？剧中的另一主演王凯与王子文虽是首度搭档，但也默契十足。而且在欢乐颂中，凯凯王终于一扫前几部大作中情商掉线无女主角的人设形象，与王子文那是吻戏多到飞出天际。哎，不知道凯凯王自己是什么感受呢？其实我不是害羞，我是觉得我是害羞。其实我们俩是这部戏当中的鸡腿多的一个。小编点名，各位金王妃，看剧有风险哦。由爱奇艺出品的校园青春网络剧《最好的我们》昨天在京举行了发布会，活动以开学典礼为主题，现场被布置成了高中教室的样子。主演刘昊然、谭松韵、王栎鑫等也以剧中的学生身份到场报道。其中刘昊然与谭松韵饰演一对欢喜小冤家，面对比自己大7岁的小姐姐，刘昊然你觉得会有代沟吗？对，会有代沟吗？我觉得没有啊，这个哎，差7岁怎么了？没代沟啊，25岁，老吗？老吗？小明点评：不是我太老，是你太小了。乐评综合报道。哎，小新，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知道在卡通人物当中谁是最有爱心的吗？我当然知道，比如说你看这个花仙子，或者说是这个小白兔，我觉得最有爱心的。不对，我再换一题问哈，就是卡通人物当中呢，谁是游戏黑洞王？游戏黑洞王，我老是输，应该是那个就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一只猫，它玩游戏总输嘛，然后。不对，你就是算你答对了一半嘛，它算是一只猫了，但是不是你说那只猫，那是哪只猫？还是揭晓答案，机器猫。这个跟机器猫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它富有爱心，因为呢，机器猫这样是噔伸出援手，富有爱心，而且玩游戏的时候呢，只能是拳头，所以它真的很难赢哎。哎，我真的是。哎，你为了接下来的新闻是关于游戏黑洞的，你用语可以用这么冷的梗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谁是真正的
游戏黑洞网。现如今娱乐圈里的明星们个个那是颜值满点，演技歌艺要上天的节奏，可谁曾想见惯了各种大场面的他们，玩起游戏来却个个手忙脚乱，变成游戏黑洞。这首当其冲的就属气性差到让人崩溃的男神陈坤了。我提醒一下坤哥，你要是这个中文的游戏玩的还没有韩国朋友好，就会觉得你很逊。好，我马上开始。好，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来，那么谁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一开场就让何老师如此的崩溃，还能愉快的一起玩耍吗？跟着小编接着往下看。福尔摩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够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为什么马良不能拯救地球？瞧瞧瞧瞧，这样的反应力还真是没谁了。不过呢，要小编说呢，这记性差点，反应慢点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任务玩游戏的时候呢，连话都说不清楚。只不过在电视剧里霸气外露的娘娘蔡少芬，到了某真人秀节目里就分分钟变成了众人嫌弃的对象。有什么提议可以告诉我？不料您说的我们听不懂。你们的普通话太烂了。娘娘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因为有一次我跟他执行任务，我一进来他说你快进来呀、啊、我说这怎么了？你捡这个我去捡那个，好，现在我们就去走行动。娘娘在说什么？只有几个名词，就听这几个词儿就一直在绕绕绕。虽然娘娘蔡少芬普通话不标准，有时候会成为游戏黑洞，但偶尔也会让人觉得萌萌的。大家来跟小编一起感受一下吧。我的人民有那么多黑盖，实在不好意思，没事，我会卖了你的房子，你放心，我可是王后娘娘哈。我在布县那边的桥，布县那边，布县。都说一山更比一山高，这游戏黑洞王也是一个更比一个强了。演起戏来如鱼得水的赵丽颖，在接受射箭任务挑战时，居然如此的笨拙。赵丽颖这游戏黑洞的称号可不是一天练成的，那可是用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曾经堆砌而来的呀。无独有偶，同样演技爆表却在玩游戏上栽了大跟头的还有最近火爆荧屏的男神宋仲基了。在电视剧里他的画风是这样的。네가기억을다찾고난다음에도나하고결혼이하고싶다면나도너안나올거야。可玩起游戏来却是这样的。我在中间可以不哭了。你哪能告诉你不是你的你这么不理解了。好吧，既然咱们的男神如此的自信，那咱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只不过，既然文的不行，咱来武的了。听说咱们的宋仲基运动不错，那么团队集体倒立这个游戏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吧。小明只想唱一句，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当然了，前面几位演员们玩起游戏手足无措也就算了，作为综艺老鸟的维嘉居然对这些游戏也一窍不通，小编还真是万万没想到呀。如果下去了可以再来一次吗？可以。成绩维嘉干嘛？维嘉真的是原来这个方面你也是黑洞啊，来。游戏黑洞的命怎么偏偏生了一颗不服输的心呢？看来需要让何炅老师出马，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差距喽。我随意推一下哈，随意推一下，随意推，哇，随意推，哇。你是想侮辱我吗？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游戏黑洞的桂冠，我看佳言您还是接下了吧。要小编说呢，玩游戏虽然有时糗态百出，但撇开生活的压力，哈哈一笑，也不失为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解压利器了。所以还等什么呢？周末近在眼前，赶紧约上小伙伴们一起造起来吧。乐翻天综合报道。今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新闻，是关于这个男明星的素颜照。看了照片之后呢，我本人就觉得哇，好震惊啊！其实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男明星的素颜照的话，应该远没有这些女明星素颜照那么精彩了。Oh, no. 大家也知道，就我们男演员呢，在上镜的时候呢，通常其实都只是化一点点的妆，差别并不是特别大，是吗？像我本人的话呢，上镜我通常都不化妆的，完全的素颜出镜，你知道吗？干嘛干嘛？你的化妆师号称是广电的粉刷匠啊！收起来，收起来！其实我只是画了一点点简单的修容而已。这是一点点吗？真的很不要脸。好了，我们还是说这个素颜照吧。就网友们看完这一组的素颜照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权志龙这个素颜的时候呢，差别是稍稍有点大了。比方说呢，说他这个眼睛稍稍有点无神，脸部一点点水肿，但是在我心目中，权志龙你依然是最完美的。对，你看我们权志龙，人家不仅仅是靠这个颜值取胜，而且人家在这个穿衣啊、搭配啊，尤其是时尚方面，更是有自己的一套。秘籍呢？时尚王。今日宋仲基和宋慧乔现身香港做宣传，除了萌萌的宋仲基外，宋慧乔初机上时身穿的那件连衣短裙也成为了话题。原来乔妹这件衣服5年前就已经穿过了，真心没想到观众心中高端大气的女神原来也是一位节俭的好同志呀。其实除了韩国的宋慧乔，在咱们中国的娱乐圈啊，勤俭节约的好明星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节目的前些天，咱们的星爷就被拍到在饭店用完餐后将剩饭剩菜打包回家，围观群众纷纷表示支持星爷不浪费，好样的。想想作为中国电影票房第一的导演，星爷还能保持如此节俭的做派，实在是难能可贵呀。而此次主演星爷电影《美人鱼》的邓超同学，那一家子也都是节约的好榜样。记得超夫人孙俪就在微博讲述了自己和一双袜子长达20年的感情，瞬间惊呆了小伙伴呀。想想邓超娶了个在外事业有成，对内持家有方的好太太，真是叫人无比的羡慕呀。超哥你说是吗？发一年奖金给我发一年。然后平常身上超过500块钱。Oh no， 外带一张卡是我真正火名字里面的分量卡。邓超，你想开点嘛，娘娘对你抠门还不是为了更好的养小花和等等嘛。看看人家四爷吴奇隆，对自己省钱那叫省出了一个狠劲呀。一个包包背20年，简直可以和娘娘的20年袜子正面对决了。昆凌书包你的很多歌迷影迷都知道，背了超过二十年。快20年是吧？啊，那这很容易掉东西啊，因为你都破了呀。完了它就不掉了，外面破没关系，里面不破就行了。这也快掉了。我回去再补。四爷虽然对自己抠门，可是对诗诗那叫一个疼爱有加。其实要小编说呢，四爷这节俭的好习惯，除了自身性格，和他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几年除了当演员，吴老板还身兼多部热播剧的制片人，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是必须的。这点好友苏鹏就可以证明了。我就上次去横店那个探他班的时候，有短时间遇到，那他就因为他比较喜欢开玩笑，你知道吧？然后他就对我讲：“哎呦，你知道吗？你今天来探班的，今天刚好下雨，你知道我下雨一天我要损失多少钱？”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作为吴奇隆和刘诗诗的好朋友，咱们的老干部霍建华也是娱乐圈铁打的节俭标兵。这运动内心穿4年，上通告总穿同一双鞋，老干部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明星也可以这么省。说是演员或是就做演艺的，好像衣服不能重穿，我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理解的。我要就是导正一下你们的观念，就是说不要以为就是说做这行我们就可以有权利去奢侈。给老干部点个大大的赞。虽然作为明星也拥有较高的收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花钱如流水。千万别以为成天生活在镁光灯下的明星就一定是奢侈的代名词。小明告诉你了，女神范冰冰买衣服也砍价，你信吗？我太会了，而且我通常都是杀一半呀。比如一件衣服的反向15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150，或者是120，120不行再加一点点到150，基本上都成交这样。哎，不知各位发现没有呢？越是娱乐圈的大咖，往往越节省了。你看咱们的发哥啊，身价过亿，但每个月也只用800块的零花钱。而同样作为巨星级别的成龙大哥，更是连一笔小小的电费都要和儿子死磕到底呢。他住那个房间，他走了，我就进去看看有什么。要给我们查一下吗？明白明白。每一次我一进去呢，从天花板的灯、厕所的什么灯都开了，全部没关，我就每天跟他关灯啊，讲啊讲啊讲不停。我说他再不停，我给他自己付电费。他妈妈，我真的做，把我家的电线跟他电线分开，另外跟他弄一个仪表板，以后所有的电费他自己付，从此以后关灯了。明星们为啥这么节省？哎，不是作秀，更不是卖弄，虽然收入高，可也是自己辛苦打拼赚来的钱呢。明星光环靠的是作品和口碑，不是那奢侈的生活和高端的打扮。哎，最后的最后了，再让金星老师给还没有养成节约好习惯的同学们上上一课。人得贵，衣服再贵没用。小编点评：明星都这么节约，你还好意思铺张浪费吗？乐粉的综合报道。用力过猛也挺好，那些演技不快的明星们。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别走开，下节更精彩喽。欢迎在广告中呢继续回来，由玻璃海苔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蜗牛。大家好，我是金泽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巨象文化携手我们东南卫视、北京央华以及东南卫星传媒联合为大家打造了一台非常精彩的话剧，名字叫做13角关系。对，这部话剧直接提的是我们一个著名的话剧导演赖声川导演指导的，记住那就是在4月23号、24号登陆我们的福建广电大剧院。而且呢，在这部话剧当中还利用了很多特别的舞台效果，比方说移步换景，让我们拭目以待喽。是的，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明星的新闻等着我们哦。在演技的流派中呢，能够做到大开大合、收放有度的明星并不多见。大部分的演员往往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种是喜怒无路于形，也就是俗称的面瘫派。哎，代表人物就是他。哎，这类明星呢，往往颜值甚高，然而呢，却是实打实的面部肌无力、面无表情，演技自然出不来。无怪他们时常给人一种不会演戏的感觉。我就是一个不会演戏。我就是一个偶像嘛。而不同于常见的偶像派了，有一部分的明星为了朝所谓的演技派的方向迈进，却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传说中的用力过猛。什么什么，你不了解何为用力过猛？那就来看看这位公认的用力过猛的演技派吧。 Don't tell me to calm down. This was your job, goddammit. This was your responsibility. You were meant to check Fisher's background thoroughly. We are not prepared for this type of violence. 恨不得在脸上写上我有演技我有演技的拉纳多皮卡普里奥是用力过猛的典型代表了。正因为这种风格，小李子陪跑奥斯卡多年，直到今年才得以圆梦斩获影帝。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小李子这样终获肯定，大部分用力过猛的演员往往一次用力终生用力，最终难以回头。比如近来刚爆出喜讯的何润东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鼻孔演技让他妥妥跻身用力过猛的榜单中。而这其中的代表作必然是大家伙的童年记忆，豪情万丈的步惊云了。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也许是因为步惊云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这部呢就由网友将这部老剧重新翻出，玩出新花样。公子啊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我混得没有可耻，你一个魔鬼，等诸葛节气的进去就要破你的精神盾。少废话，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夸张的神情加上激情爆笑的大招，何润东凭着夸张的演技分分钟又成了表情包的代言人。不过呢，虽然被网友恶搞成了这样，何润东的心态却特别的好。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没想到过了十几年那个
步惊云又可以被人家搬出来了，对，他又火了一把了，多好。但是你这种搞笑的方式火一把，由此可见，咆哮无疑是用力过猛的标志。有的明星咆哮飙戏的时候呢，抓人眼球的是表情，而有些明星情绪激动咆哮时，则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东西。老干部霍建华在影视剧中的形象，多数都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但有的时候需要他怒飙演技时，他老人家一点也不含糊呀。是不是看造化了？我叫你快救，你要听到没有？元宝，你冷静点。夫人已经窒息很长时间了，姑娘还在昏迷，你叫我怎么冷静啊？姑娘自己叫我怎么冷静？哎呀呀呀呀！我说胡大哥，不冷静归不冷静，你这喷人一脸口水真的好吗？怪不得有观众反应，看完这一幕啊，都忍不住下意识的擦一擦脸呢。不过说起咆哮演技的始祖，那怎么样也不能忘了马景涛呢。在多部电视剧中，简直要将整个人刨出去演示的马景涛，以极为夸张用力的演技，被网友们奉为咆哮教主。用心如力往死无憾，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那过去了这么多年，马教主咆哮的身姿依然活跃在网友们的心中，以至于如今的马景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免要咆哮一番，带动气氛。现在先把这个高潮带起来，来，王者之剑，谁与争锋，历史无敌，八方咆哮，有勇者。您要是认为马景涛只靠着咆哮来撑起演技，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真正的用力过猛就是既能用力的凶狠，也能用力的温柔。这不呢，在某档节目中，当马景涛与宁静还原起当年孝庄秘史的片段，不咆哮的马景涛也同样能够抓住你的眼球。玉儿，别咒我。我们这样的情分，你知道吗？我甚至可以把我自己都挖给你，而你揍我。其实啊，用力过猛并不是演戏中的大忌，比起面瘫的演技呢，观众们还是更愿意看到演员们投入的一面了。用力用到位，便能感动自己，感动观众。可要是用不到位的话呢，就只能成为表情包担当了。在此呢，小编希望各位用力甚猛的小主能够合理用力，早日成为真正的演技派。乐不乐的报道。欢迎各位来到玻璃海峡电信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答对问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金星，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好事好给力玻璃海峡电信面提供大礼包一份，以及罗志祥的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好，我们再看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问题就是呢，穿着这双鞋的人是谁呢？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回答正确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玻璃海峡电信面送出的大礼包以及成享亲笔签名的专辑喽。是的，明天就是周末，下周一同一时间乐翻天在这里等着各位，再见。